越低越好，真假的？好啊，今天越低越好是怎样？我也不知我道，不知道。1500的经验，差五阶啊！五阶吗？好，你们都 哇，你 T34，最高阶到几阶？我最高阶有十阶啊，只是我不喜欢玩我的十阶车，所以9阶后还可以啦。哎，等一下哦，我先把我的组员调一下。1500经验，来吧。虽然我没有 T34，但是我有57炮。人家换组换人组好的了啦。一阶，我不阿想哥做被动拜态拜了，线。哈哈哈。哦，那 K two，他那个怎么那么细呀、啊？等一下，KS 有101匹耶，我们的是 KV 吧？two，天啊，他超级白板哎、欸！nice 哦。KV 2的白板流炮是什么？我不知一二，道。天哪，有够细耶！我只觉得 KV2 可以用到白板也蛮猛的。头没换就算了，连炮也没有换。干，那你翻车吓死我了。哎、这是谁？不霸，黑枪不好哦。为什么没有人过来？不知道。该不会绕下面吧？应该。对啊，差点就打中人了。看起来没什么车啊。哦哦，8秒，六，哦，这里两台很讨厌的 LTG 没，逃走了，真假？没有，这样。哎，中，中短线怎么败阵？我们刚压下去那个坡吗？就是我没有第六感，我有，我有，有，才刚亮，就一发打过来了。我靠！打不穿那炮塔，真假的？打不穿炮塔耶！那一台，前面还有一台。前面，吓到我了。他另外一台也冒出来了，前面那一排啊。get。我不要打好烦哦，整个画面都是你的炮塔。不能这样玩哦，不要打到就死了。哦，为了打他，我一定要
出去啊，烦哦。哎，又可以这样了。是好险没有自走炮，自走炮就更麻烦了。干，烦呢、欸，他那个位置，哦，他怎么扁成这样子啊？哎 ，cut cut， 没穿，哎、欸、靠！他到底打我哪里？为什么啊？都打我，这车实在太长了啦，烦哦。他打我，然后就炮就飘到你身上去了。车身太长了啦，很痛欸、我看我要挂了。爱心你要多少？啊，去海边吧，我只能当狙击手。这是重，这是地形中场。Okay. Firefly Sniper。居然有人要打我开关。有人要来支援我。好，我去打你好了。中场崩哦！嗨，哎呦，自中炮打真的很讨厌哎。自中炮打真的不好用啊。自动炮塔。自中炮塔。哦，自中炮塔。中炮然后车身又这么长一个，真是的。你要玩英国重弹不就这样？可是这不是英国重弹啊！这不是英国重弹吗？那是那是苏联的。我在练我的爱因斯主演。哦，这样打我烂哦，打到一发而已。那去中间那 K 半是怎样？不知道。懂哎、欸。背包我要去哪、啊？八七哦。这炮真的太不准了，连口径小成这样。我啊！哦，哎！哦，秋山，老师远还打不准呐、啊！对面 K 兔哎，好、哦、看到了。哎，两个都红的。老马，你赌吗？我赌啊！重组吗？好。哦，刁猛尼哥。这样经验多少？唉。一四五，红姐姐，他对面中塔要直接冲。202，他任务的经验哦，有，比我下面卡下面啊，快扎血，嗯，还要五阶啊？那不要。来喽 ，yes， 秋姐来了，不打了，好，六阶嘛，等我装填完，嘿，还有六秒，他血570，我看你后面，大姐，还差1000经验。3秒，哟、哦，对面青坦都红的 ，OK。
T5 是弹夹车吗？T5 好像不是。哦。T5 是新车。外炮。我先待在原地静等一下。不找对。好。哦、oh, shit 15秒7秒你打一炮我也无所谓了来啦不错断点哎呀炮弹要价哇不犯不要出去哦，我会停在这边而已。去哪里打的？我估我没有被打到，我不知道。哦、好准。其实注意，这个炮也有可能在 K4 那里。或者是他们进沟了。哦，在那里，收掉他。他转过来喽，转过来喽，转过来喽，然后他要死了。炮！看能不能把5916收走。他现在一直在那边前后移动，我要等他出石头才能打。哦，蛇体也过来了 ，OK。啊！充电了，算是救了泰贝六四吧。第二组还没亮。好好回味一下 KB Two。OK， 那我从沟里过去好了。我爸小心了 KB 那个第二组还没亮。第二组感觉不知道哎、欸，跨机吗？还是在重弹线？这重弹应该早就被亮了吧？这是挂机喽。我打一二，运气好。一二线啊，也有34K， 所以可能真的是挂机。好啊。然后对到 Tiger Two， 哇 ，Tiger Two 底盘多少？出现了，出现了。不知道。160，不够。160吧。对 ，AP 不够。他过来的 AP 一流，慢慢打。把一二放弃你了。啊？这里不好打。一二放弃你了。打。我们这边又来第二九 ，OK， 稳的。哎，第二组打我残弹呢，我觉得好扯、啊。好干，那人是不是很烦？人是这不是只有炮吗？他砸了我两炮呢，很烦。我们第八，这是什么？哎、欸、干！哦，他队友真讨厌。啊，交给你们了。哎、欸，第二节后脑还真硬。去你在干嘛、啊？没打到。靠广坏了。
这一场就达成了，这么快？我玩一场就接了。啊，上一场打太差了啊！不错不错。